其实少不了我。安吉嘛，啊，你今嘛甲真爱好不？哇，哦，我真好啦，啊，我是听讲哦，你哦，哎，哦，我是听讲哦，你这日子过啊，较无好啦，所以讲真爱哦，叫我来定来甲你看，啊，看你有欠啥无，叫我顺便又通买过来，互你抱起来，安尼。哇，你有影真有心的呢，不过我都无欠啥。哎呦，梅雅，嗯，你怎么会咳嗽？咳多久？有没有痰？胸口会不会痛？呼吸会不会困难？我唔知影呢。嗯，啊，都最近哦，有当时会安尼啦。哦，啊，上一次感冒完了后哦，然后上上都想要扫，啊，暗时拢困袂好势呢。哎呦，你说谎。那富康说，对对，要不然梅姨这样好了，我这个听诊器哦，随时都放在身边的，要不你咳嗽问题，我看看，好吧？哎呦，富康啊，别遐功夫啦，你送两声就好啊啦，无代志啦。无啦，母啊，啊人富康就好意，你妈妈呢？你也知道富康是医生呢。伊做医生哦，伊看袂惯势哦，有人伫伊面头前哦，酷酷扫还是拍卡手啦。啊，你若无好好小看卖下哦，伊这个手哦，会上啦，会上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会上会上会上。不是有一句话说吗？救人是医生的天职。如果今天哦，我没把你的咳嗽找出原因来的话，我整天就浑身不舒服。对啦，美女，你有富康哦，看一下，无你靠有啥物迄啥心肌梗塞的镜头哦，安尼就无。是你乌鸦嘴啊！我话你食饱哩呢，你是讲啥？你嘛真奇怪呢，啊，人红尘好意呢，你来要骂伊啦？啊，你怎讲话？有听到无？我就是讲实在话，实在话，安尼讲出来那有问题啦，对不？卡叔讲哦，那是真正有啥物病哦？及早发现，要及早治疗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句说得好，及早发现，及早治疗，安尼才会当食饱哩。嗯，好吧。啊，好啦，既然恁这么好意哦，我富康啊，安尼要麻烦你哦。应该的。好，梅姨，待会哈，我叫您做什么你就做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现在背对我。背对你啊！背对背对啊！呼吸道没问题啊，那其他的地方？你等的人是曼柔吗？如果不想讲的话。那就不用勉强了，我已经从你脸上看出答案了。看来你对曼柔还没死心。你果然不记得薰衣草的事。我不知道我应该要记得薰衣草什么事情，我只知道这个美丽的花，我美丽的花语。是那不属于我。雨后的风不留恋触动，奔向半空中凝结成云朵。Johnny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但如果你等的是别人，那么我不管再怎么喜欢你，也不该继续下去，因为那不止苦了我自己，也为了你。任大雨落下，接受疼痛。当我呼求，是你的手。很遗憾的，这次相亲还是失败了。虽然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进一步，但至少可以退回原点，当一辈子的好哥们，好吗？
辈子的好哥们。他果然完全不记得舌头伸出来，啊！再伸出来一点，啊！啊！哎，眼睛对着我，对着我，哎，对。您的右手伸出来，我帮您把把脉。来，上，哎，对对对。好，哎，啊，你不是学西医，那也要把脉？学西医也可以修中医啊。恁拄只入来，我都感觉怪怪呢哈。恁是挑工找借口吼，要甲我看病，鬼工呢？啊，都甲恁讲哦，我吼人好好无代志啦，劳师动众，加无用的嘛。无啊，恁若无代志，你是安来甲伊金毛分落去孙媳妇啊？啊，佮伊存款哦，拢摕来给我，佮讲甚物啊？无安怎，你都安心的话啊。哈哈，予你钱佫唔好。你误会啊啦！那是我身躯边的朋友哦，一个一个离开啦。唉，我们要想讲哦，趁我健康的时阵哦，我的人生哦要好好做一个规划。哦，想袂到竟然让你误会，讲我得要离开啊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呀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是好事。你哎，对啊，哦，你还忘哦，告还漏呢。你就是一个紧张大师，你自己紧张就算了，你把我们大家搞得都跟你一样紧张。我不早就说过了吗？没有事情，没你健康的很。算了吧，你就是你最乌鸦嘴了。是我乌鸦嘴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有话你就直接说出来，才会像你这样子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忙到快翻过去了，今天连一通电话都没有。我也觉得很诡异耶，从早上开店到现在，一通电话都没有，太怪。会不会是谁在网红上给我们留了负评，还是被哪个网红给骂黑了？哦，有可能哦，我来查看看。我也来帮忙。Vito， 你来的刚好，帮我们查查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张订单都没有了？不用查了，我知道原因。你知道？跟我们的包装一模一样耶，我们只卖6000，他们卖800，怎么可能？哇，这一定仿冒品，我要检举他。不是仿冒品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网页上联络人是我们的经销商，是啊。